大家好，我是辽宁的王玉梅，是1999年开始走进天师的。那么走进天师呢，吸引我的第一款产品就是天师的营养高钙冲剂。在这15年的时间里，真的每天都离不开这款产品。每天从开始的时候，每天早上一包，慢慢的过了40岁以后，就每天两包。那么如果呢，今天感觉到疲劳，我晚上还会再增加两包。在这15年的时间里，每天服用钙产品，真的是这一款钙的产品，真是给我们补充了全面的一个营养。很多人都以为天师的营养高钙冲剂只是补钙，那么我告诉在座的朋友，这一款产品不光给我们补钙，还给我们补充了综合的一个营养源。不但我自己受益于这款产品，我们全家都受益于这款产品。那么从进入天师讲钙开始，从专卖店团队一直由国内讲到了国外，我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国家级讲师，而且站在国际的讲台上，在给很多外国朋友讲天师的营养高钙冲剂的时候，我告诉大家，真的感觉到很自豪，为我们中国人争光，为我们民族去争气。那么我也衷心的去建议在座所有的朋友都能服用天师的营养高钙冲剂，开始去强健我们的身体，去强健我们的民族，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做到专心专注做好钙，全心全意传递爱。谢谢大家。